Ini tu ni lah. Saya rasa boleh kan. Waktu ni saya rasa lah. Kau pilih ni lah.哎呦！不，哇！ 很快就要抽干了，这里面石头下面一只花杆蟹，哇，白龙，抽不上来了，关一下，哇，哇，压倒了，哎，这个石头蟹可以，个头蛮大的，就可惜被我石头给压倒了，还有一只小的，又跑到底下去了。 哎哎，还两只小的，算了算了，来这边这个花龙，啊，还有一条石斑鱼，管他这个花龙先抓，什么？来按住，按住吸球，嘿嘿，嗯，哎呀，金童啊，来那个石斑鱼的，哎，这空抽太久，哦，在这。 石斑鱼，哎，哇，这个小鲫鱼，今天这些小鲫鱼都蛮大的，带上带上，哎，这还难，这个要比昨天那个小鲫鱼大很多。小鲫鱼它长不大的，大家不要以为我等下小小的都抓了，先抓了，看等下多不多，量多的话就带走，量少的话就给它放了吧。哎，还有。 哎哎，乱跳了！你看，活蹦乱跳。哎呀，全部都跳，太多了。哇，这一条牛尾鱼，你看这个牛尾鱼个头稍微小了一点，先放桶里面吧，等一下给它放。牛尾鱼。哎，哎呀，哇，这个石头蟹，两个大脚都掉了。哎，先。 放桶里吧。哎，又两条，你看，你看，看。哎！哇！哦哦哦！别啊！别叫我！啊！啊！蓝蛙蟹！哇，这个爽啊！ 哇，张开大脚，有30公分呢、啊！哦，比我的头还要大！哎呀呀，这东西，哇，差点没夹到！哦，一个叶子螺，哦，抓到了，两条，一条鲫鱼，一条石斑鱼。没了。 这大中午的，我正准备起锅烧油呢，一位老铁就私信我说，人家的八爪鱼竖着瓶子就能钻进去，你的可以吗？我就带着我的章鱼哥来到了海边，啊，如果他能钻进去了，这位老铁再不在，在的话请留个关注，看我直播吧。来了，兄弟们，我手中拿的这是海蜇的触须，也是海蜇蜇人最疼的地方。他外边有一层皮，在吃之前先把他外边的一层皮给他退下来，这样起锅烧油味道才会更鲜美。有的老铁一进来没吃过，也没见过，反手就会给你一双鸡，不给双鸡加关注，看每天干海直播。这是一条被渔船扔掉的河豚鱼，此鱼身上有剧毒，非专业人员不可食用。我也是出于好心把它就地掩埋，因为我怕海边旅游的鱼客被它这漂亮的外表所迷惑，拿回家吃了，后果就不堪设想。咱家老铁觉得我做的对的，能不能给我1000个双